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克汉外传旭哥手游攻略，那这是大侠客。哇，不知不觉大侠客竟然也五周年了，太屌了吧。好，那这边有很多神装啊，然后各种福利，像这边有送很多东西。那当然史上最多的里巴马将五周年啊，最新的隐藏版需要也要分享给大家。像这边的活动有这个自选的神装啊，然后翅膀化形啊，武器啊，造型、角色什么一大堆。这边自选神装，然后一大堆福利啊，不错。那这个隐藏版需要这边五周年的5YEASHAPPY 大侠客五周年，史上最多的礼包码。在这边后面还有很多里巴马隐藏版需要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，那这个还给的不错，还可以用一年。好，史上最强的攻略可以用到2025啊，好，分享给大家到2025，哎，蛮强的。好，最强攻略 ，Let's go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。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，独家最新。那造型也不错，还有这个什么转职啊、时装啊、特点的造型，大家可以自己去预览，这样还蛮好看的。目前最强的职业，那九尾也是啊，目前版本最神、体领无敌的职业，而且性感可爱。这个九尾，哎呦，白丝袜。可爱的小妹子，巨乳白丝袜就是香啊！赞赞赞！这个 Q 版的模组还是很可爱，赞赞赞！九尾，版本最神的职业。好，那这个是巫柱，巫柱很像我们玩那个，一般不是有什么地藏吗？它这个稀有的造型。就很像我们玩那个 MMORPG 里面的法师。哦，这妹子其实也蛮可爱的。他该讲日文啊。这个是枪客，枪客的造型蛮可爱，而且他假如用稀有的造型的话呢，是孙悟空的造型。悟空的造型还蛮帅的，所以用枪客的话可以用到孙悟空的造型，还不错。好，接下来是刺客，刺客也是一个不错的职业。那这个职业呢，是这个，哇，很可爱，很像玩那个《星际异攻队》有没有？电影里面的那个浣熊，他的鳞甲的造型很像那个《星际异攻队》的浣熊，还蛮可爱的。好，那下一个是剑客，目前就是八个职业，那有几个是比较新的。因为他这个出了很多年了，所以他就是会陆续出一些新的职业出来，然后会有一些新的造型啊，隐藏版的造型这样。这个是剑客，那可以选男，可以选女这样。每个职业都可以选男选女。剑客这个女角的造型也蛮可爱的。接下来是弓箭手。剑客就是比较常见的职业啦，所以就没有需要特别再提。他越后面出的职业通常都越强势啊。哦，他在讲日文欸，好笑。来，我们的弓箭手很可爱，远程输出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职业。赞赞赞！好，那最后就是刚开始就有的职业，大侠客一开始就是这个刀客啦。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职业，有没有蛮帅的？所以其实很多可以玩啊，像是可以玩孙悟空啊，可以玩唐三藏，还有全尸，有九尾。所以那旭哥就来选这个最神的版本，最神的职业啦，来就可以开局了。然后输入邀请码，还可以再拿到一些福利，大家可以去输入。好。我们就开局喽！
然后这个回归还有奖励，回归礼包，然后回归任务可以拿到专属称号豪华奖励，还有超值礼包啊，还有这个回归签到可以拿到霸气武器酷炫时装隐藏版的神装。因为旭哥之前有玩过嘛，所以在回归他就可以拿到这些隐藏版的福利，神装啊，然后称号、元宝啊、经验值啊、等级可以飙升，还有这个零售坐骑新的东西都可以拿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兑换礼包码了，右上角的福利跳出来之后，就可以在这边兑换礼包码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分享这游戏最多的礼包嘛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啊，最爽的福利跟着旭哥领起来。我们首先点画面右上角的福利，福利点进来之后呢，这边就有很多什么签到奖励啊这些的。那我们就点这个激活码，激活码在中间这边，中间下面这边，这边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输入这个 PUNCH 然后 777PUNCH 然后777按领取礼包，它显示兑换成功了，那就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PUNCH888 按领取礼包，它显示奖励已通过，就到邮件去领取奖励就 OK 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输 RETURN 然后222 RETURN 然后222按领取，它显示奖励已通过了，拿到邮件去领取奖励，表示我们兑换成功了。好，接下来输入这个 RETURN888 接下来按领取礼包，它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就 OK 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输入这 RETURN2023 接下来按这个领取礼包，它显示通过啦，那我们到信件去领取最爽的福利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输入这个 HEROTODAY 按领取礼包，那就显示奖励已通过，到邮件去领取就显示兑换成功了。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接下来到画面的左下角呢，点进来啊，这边就有所有的礼包码福利啊，跟着旭哥把这些都领起来吧。最完美的开局啊，有没有？超爽！你看这上面一直跳啊，超多的礼包，什么扫荡券啊、扭蛋券啊、转蛋啊什么的，元宝啊这些东西啊，银两、经验药啊，然后挑战券。超多东西，经验值啊，什么玉佩啊，然后可以养这个神装神宠的东西。那其他还有一些福利，大家就是可以在画面的右上角可以看到。那旭哥是无氪的，但是这些福利大家可以自己看。那有一些成就啊，奖励可以解这样。那商城这边有特惠礼包，可以拿一些免费的。这个免费可以拿起来，还有七日登录啊，哇，这边可以拿到呜神宠猫球，直接拿这个最强的神宠啊，免费拿，真的爽。所以这个福利很多啊，然后礼包码也很多啊，就跟着旭哥爽爽领起来吧。那这边有这个挑战树，还有扭蛋，扭蛋我们可以来扭这个 SSR。看一下，哦，直接拿神装哎，超爽！战力提升3000加，攻击力加150，生命加2400，防御加3000。哦，直接拿红神装哎，超屌！各位观众，我们看到啊，旭哥直接开局，然后完全免费，没花钱哎，好，真的太爽了！所以这个最爽的攻略、最爽的福利、最爽的转蛋呢，就分享给大家这个最神的隐藏版之夜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